我想男生会偷偷的吃，男生会偷吃，男生总是不喜欢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打开话匣子嘴巴停不了的人，不过想他私底下一定会偷偷的去吃，因为这东西光是看包装看起来就蛮好吃的，会吸引你花一点点钱去买一包这个东西来，他不自觉的他会去一直去吃，跟他聊天聊天聊天，然后聊到兴头上的时候，他变成一种习惯，就是边讲话就边拿个起来吃，就是这样。你不会吗？你会吧？